速十分钟后，我们抵达了附近的漫画网咖。这边就是漫画网咖吗？哎，刚那是新春光讲的，配错音了。虽然明白是什么样的地方，但我还是第一次来。我也是第一次来呢。总之，我们先进去吧。是啊，我们将车停好，进入了漫画网咖。因为是白天，网咖内有很多其他使用者在四处走动。那个，这里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啊？我也不清楚。总之，先让店员带我们了解一下。好的。然后店员带我们来到了包厢。咦，在这里吗？对两个人来说是太窄了，窄也没办法呀，只有这一间空着。你想在外面等着吗？不要，我也想知道小贤家的事，而且也很在意光现在想做什么。我知道了。嗯，你坐得挺近的。说着，我坐在电脑前。你究竟想做什么？我想透过车牌号查出贤家的住所。咦，只靠车牌号就能找到吗？他都能把全家的私人讯息全部都挖出来了，这有什么困难的吗？想要有车，必须购买时在合约上填写住宿和姓名。只要找到了这个合约，就能揪出车辆的持有者的情报。原来如此，原来还能这么做。那就迅速开始侵入入侵吧。等等，我有一点比较在意。光，你现在打算入侵哪里啊？检查的资料库。咦，警察的，这没问题吗？入侵警察资料库，未免太危险了。没事，反正我也入侵过。咦，光都做到这地步了吗？是啊，逃离医院后，我潜入了警察局，直接害了他们的资料库。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悍呢、啊，太厉害了，有吗？对啊，这一般人根本就不会这么做，好吧？是的，异于常人那种。嗯，事到如今，这种事怎样都无所谓了。总之，赶紧找出贤家的情报吧。是啊，这次又怎么了？可是入侵他们的系统，不就暴露我们的所在地了吗？这点没事的，从入侵到盗取情报，大概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警察就算注意到我们入侵了，开始搜查，我们也早就不在这了。虽然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偷资料，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只是浪费时间。眼下我们必须优先找到雪城他们。总之，越找到情报越好。原来如此。所以你才选了谁都能用的漫画网咖的电脑，因为要一间一间慢慢找，就是这样。你问完了吧？我要赶紧进行入侵了。我问完了，我要集中精神，所以你先安静的待一会儿。嗯，感觉有些小兴奋呢，小兴奋什么呀？哼，我深深吐了一口气，好久没有，好。好，很久都没有大展身手了。好，开始吧。我用极快的速度敲打着键盘。哼，还是和之前一样，没什么用的加密方式。我都入侵一次了，倒是把加密升级一下啊。好了，领家，再让我看一下刚才的照片。我知道了，给你，谢谢。新春光这张也挺帅的，找到了，这么快，光真的很厉害。夸奖我的话，待会再说吧。你可以用在正事上啊，新春光。林家，你快来看这个，这个就是贤家的住处的证明。画面上显示着黑崎贤家的临时的地址，这个地方就是小贤家的住处。而且全家似乎就是他的真名了。嗯，似乎是这样。好了，既然知道住处了，我们赶紧走吧。全家的住处离这里并不太远，只要去了那里，或许就能找到雪城他们的行踪。他们很有可能被禁闭在那咯。是啊，林家，快走吧。了解。我们离开了漫画网咖，回到了车上。
之后火速前往新加坡。哎呦，好紧张哦！数十分钟后，我们到达了贤家的住所。这里就是小贤家居住的公寓。是啊，我们观察了一下停车场，并没有看到贤家的车辆。是的，他还没回家吗？不知道，但这是个好机会，我们就趁现在调查屋内嘛。丽娜，你有钥匙吗？嗯。啊，对哦，他会撬锁。我们将车停好，来到贤家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小贤家的房间。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雪城和咒太阳？不清楚，但是很有可能。我们贴着房门，试图了解内部的情况。然而我们什么都没听到，没有任何声音呢。是啊，那我们先进去吧。我试着转动，不是啊，怎么不是转动？我试着转动门把，可惜的是门是锁着的，肯定会上锁啊！可恶，还要想进房间的方法。我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交给我好了。说着，林家从包包里拿出撬锁工具。这种门我一瞬间就能撬打开了，一个骇客高手，一个撬锁高手，你们干脆在一起算了，绝对天下无敌。对对，你家会撬锁来的，就拜托你了。OK。随后，脸家看着撬锁，嘿嘿，马上就开了哦。好了，打开了，已经开了吗？是啊。这样的锁开起来特别简单。你不要当记者去当小偷吧。先不说我的骇客技术了，你这开锁技术也挺强悍的。你不必这么夸奖我啦，快点进屋吧。好吧，你家要慎重一些哦。嗯，因为他拿着电击棒啊，还有拿着电击棒啊。我们慎重的打开了房门。里面没有开灯，也没有其他人的气息，好安静啊。是的，我们先调查一下吧。之后我们穿过走廊进入了客厅。来到客厅后，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间很普通的房间。小贤家似乎不在呢，那在还得了，看出来了，也就是说雪城和咒太或许不在这里。不管怎样，还是先找找看这里有没有什么线索吧。就在这时，客厅的某处传来的声音，是有人在这边吗？难道说，喂，雪城、咒太，你在这里吗？光，是雪城，姐姐，救救我！咒太也在，他们果然被带到这边了，快点把他们找出来啊！好了。等他们到底在哪里？不要叫我雪雪城，你们知道自己在哪里吗？那个我们似乎在某个房间。废话，可是这里很暗，我看不清楚四周的东西。你不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吗？抱歉，我被绑在椅子上了，没办法自由行动。是这样。咒太你呢？我也和雪城哥哥一样，看着他们被软禁起来了。刚才雪城说他们似乎在某个房间里，不要叫我选呐、啊！房间，但是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就在客厅附近啊。然而四周没看到门一类的队长，这是怎么回事？光，那家，快来救我们呐、啊！知道了，光，快点找关着雪城他们的房间吧。嗯，你们稍等一会儿。哎，不是哦。好了，我们来调查一下吧。保险箱？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有些在意，怀念的操作。是吗？不过还是先找雪城他们吧。是啊。这是刚才领家给我们看兜风时的照片，这里还有其他和领家在一起的照片，这张是一起吃饭的时候照的，在房间里特地摆放这张照片，看来是一段非常快乐的回忆。
也许这二人的友情并不是骗局。唉，不知道。这是好像是猫咪型的玩，好像是猫咪型的玩偶。是呢，我记得小贤家说过自己最喜欢猫，是这样。不过这个情报现在好像用不到，还是快点找关押雪城他的地方吧。现在没有调查这里的必要，得快点找到雪城他们。那这里就不要显示这样了。好，我问哎，这里话怎么了？没什么，人家你找到了什么？我也没找到什么。可究竟在哪里啊？过人家，我们在这里。雪城的声音好像是从电视电视机附近传来，打开电视，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有隐蔽的门呢、啊、隐蔽的门，我们找找看吧。我也觉得，重新讲。放着一些资料，这好像是和本次事件有关的资料。是的，他在调查润太郎相关的目击情报以及二郎游戏事，看起来是这样。不过这个情报现在也用不到，快点找到关押着雪城他们的房间吧。其实他还摆放这些照片，就代表他也很重视友情。是已经关机的电脑，所以说调查电脑就能获得有关钱家的情报。但还是先找雪城他们在哪吧，找找其他地方吧。树架后面好像有东西。咦，真的呀，有什么东西？光，我们移动一下这个书架吧。好的，我和领家将书架推开，随后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门。这个门难道说之后领家对着门和雪城以及对着门和雪城以及咒太对话。雪城、咒太，你们在里面吗？姐姐，人家，我们就在里面。太好了，我们马上就来救你们。再稍等一会哦。光，他们就在这扇门的后面。是的，不过门上这锁啊。对了，人家，你能撬开这道锁门吗？我试试看。不行，这门我好像撬不开。好吧，那我们只能去找钥匙了。是的，又要找钥匙。快点吧，试试那个保险箱后面，不是保险箱后面，是保险箱里面，找找看哪些地方可能藏了这种事。我知道了，猫咪布撕开就有一把钥匙。这里放着一个保险箱，保险箱啊，看起来应该装了很不重要的东西。是的，说不定里面有门钥匙。可是这个保险箱也是锁着的，似乎必须输入四字的密码才能打开。看起来是的，现在没有逐一试验密码的时间了，找找有关密码的线索吧。四字密码，总之先查看一下各处吧。哎呦，你就直接给我一个选择，或是你家，你有找到什么线索吗？不，还没。光你呢？我也没找到。可恶，线索到底在哪里？保险箱的密码是四个数字吧？是。难道说是什么日期有关吗？比如纪念日一类的？原来如此，这很明显就看日历嘛，哪里会有线索呢？对了，日历。说不定上面有和密码相关的线索，稍微调查一下好了。我们调查了日历，不过并没有找到什么和密码有关的东西。这里好像没有线索。去找找其他地方吧。哎，不是哦。这是贤家的日记，好像是。随便阅读别人的日记有点，调查是哪能在意这种事情啊？现在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确认一下内容吧。是啊，说不定能拿到什么线索。随后我们开始调查贤家的日记。12月24日，和今天和姐姐一起度过圣诞节。
我们一起做了圣诞蛋糕，交换了礼物。我和姐姐都很喜欢猫，所以选礼物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我送了姐姐一个猫咪的帽子，这已经很明显了耶，她是神木绿的妹妹吗？姐姐给了我非常可爱的猫咪玩偶，我们果然是双胞胎，喜欢的造型也基本上一致，真的是开心的一天。而且能看到姐姐开心的神情，我也好幸福。希望明年也能一起庆祝圣诞节，充满了幸福感的日记。是啊，小贤家似乎有个双胞胎姐姐，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件事？是的，毕竟认识的时间不长，突然问家里的事情，我也觉得挺没礼貌的。是这样啊，这个日记书的玩偶难道是那个？说着眼家指向架子上的冒险玩偶，应该是。光，你怎么了？哎，九分钟了。不，没什么。那个猫好像在哪里见过，是错觉吗？就神木绿啊！好了，我们继续看日记吧。我们继续查看日记，每一篇的内容都充满了幸福与快乐。哦，好像没有什么线索呢。是啊，我迅速翻着日记，最后几页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什么？2月22日，姐姐没有回来。今天是我和姐姐的生日，今年我也准备了可爱的礼物。她到底去了哪里？我去找了警察，可是得不到半点消息。姐姐，你快回来吧。3月1日，2月22日，今天有警察来我家，他们告诉我姐姐的遗体在森林里找到了，但是警察却不肯告诉我详情。我不懂，为什么姐姐死了？是谁把姐姐杀了？3月2日，我知道谁杀死姐姐的犯人，神人太郎，绑架了姐姐并杀了他的杀人魔，我绝对不原谅他，绝不！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姐姐？为什么姐姐一定要被杀？为什么？此处的日记似乎被打湿了，文字变得模糊。我忘不了姐姐离开的那一天，2月22日那一天让一切都变。我一定要找到那个人进行复仇，杀了他！我要杀了他！这是什么？我和你家都哑口无言了。我们因为这几篇日记散发出的愤怒和悲伤震惊了。2月22日，难道说，就是我们被卷入二郎游戏的那一天？什么？也就是说小贤家的姐姐也参加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二郎游戏的参加者中有贤家的姐姐，到底是哪一位？难道说光，你想起什么了？我没有回答你家的疑问，马上跑到了保险箱前，然后输入了0222，保险箱的门缓缓的开启了，里面放着钥匙和一张照片。我拿起那张照片，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快啊！这是神木绿的妹妹啊！哎，拿妹妹来复仇了！啊！我要疯了！这是我拿。看到那张照片的瞬间，我震惊了，这是什么一回事？喂，照片上的人难道说？没错，是绿。绿是神木绿小姐吗？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她。照片上是两个围着蛋糕看起来很幸福的女孩，其中一个是绿，她旁边还有个绿色头发的女性。那绿旁边的这个人难道是小贤家？这么一看的话，除了发型，其他都一模一样。林家，赶紧把雪城救出来，离开这个地方。咦，这怎么了？突然这么夸张？林家，是二郎游戏受害者绿的妹妹。那家伙非常憎恨杀死绿的犯人，
而我们也是他憎恨的对象。咦，我听不懂你的意思，光和雪城也是受害者吧？而且你们也说过自己没杀人吧？沈木律是被其他人杀掉的啊？不是的，我们确实没有亲手杀人，但是导致律死亡的人就是我们啊。你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完全听不懂？等结束后我会和你说明的，现在先集中精神，就是雪城和周太吧。我知道了，但是之后必须和我好好说清楚哦。嗯，我向你保证。我和你家拿出保险箱的钥匙之后，打开了隐蔽之门，进入了房间。哇，等一下，大哥哥大姐姐。进入房间，我们看到被绑住了两人。抱歉，有点晚了，现在就帮你们松绑。我和林家一起解开了他们身上的绳子。谢谢你们，好可怕，已经没事了。不过这个屋子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时黑暗隐蔽的房间被客厅的光照亮了。这时房间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二郎游戏相关的资料和新闻。喂，汪，你快你看那个。顺着林家指的方向，我看到了我们的照片。过来，哇，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贤家要把我抓起来？之后我会好好和你说明。快逃啊！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赶紧离开吧。说着，我们准备离开房间。就在这时，你们要去哪里呀？啊！贤家，贤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手里还握着一把菜刀。小贤家，请春光。你没被抓呢。哎呦，他的表情坏掉了。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小贤家？二郎和贤家并没有回答林家的问题。正好，原本只觉得只问想双月雪城就好了，但现在你也要一起回答了。新春光，告诉我，为什么我姐姐死了？都把贤家拿下了帽子和家法，这就是真正的我，被你们杀死的沈木绿的妹妹。我们，给我闭嘴！还不是叫我讲，还叫我闭嘴？你是打算说借口吧？贤家，我不会原谅你们的。贤家拿起菜刀，逐渐逼近了我，就好像是以前的神木绿拿着那个美工刀对着那几个女生一样，顺便轻轻关上了门。End。另一方面，警官，逃跑也没有用了。啊！哎呦，神奇公司郎，不愧是小春。体力是无限的呢，警官，请你放弃那份资料，这是警告。警告？不是命令？请你不要再开玩笑了，万一有需要，我可以向你开枪，请你老老实实的听从警告。哦，我知道了，警官，那就快点。哎，他那根牙签掉了。那就快点把资料交给我吧。这个我做不到。诶，小春，我绝对不会交出这个资料。如果你想从我手中夺走它，就杀了我吧。你在说什么？警官，你是个出色的警察，你觉得身为警察做这样的事情真的好吗？啊，你是不知道你身后的高层警察做了什么事情吗？我只是遵从自己的正义。而且，哦，好帅！那种腐朽的组织，我也不打算继续待了。警官，你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吗？小春，我刚才扔掉了警徽，我不再是警官了，只是一个名为神奇宗四郎的男人。啊！警官，这是我最后的警告，求求你，求求你不要让我杀掉你。小春，你
真的是一个出色的部下，国家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要连吴桐我那一份一起努力，以警察的身份保护这个国家。来吧，杀了我吧。不要。那我就把这份资料公诸于世。那个资料就那么重要吗？那到底是什么资料啊？这个我不能告诉你，如果你知道你也会被杀。为什么？不要，我不想开枪。我已经做好了觉悟了。好了，开枪吧。不要，开枪。只有开枪这个点用呀。好啊，帅哥，不好意思啦，虽然，哎，ごめんね，对不起，我过来还是没办法理解警官的话。至今为止，谢谢你了，永别了。啊，我觉得这剧情很累。是啊，伦太郎是真的做不该做的事，可是你姐姐也一样啊，对不对？你姐姐如果不杀人的话，哪会被处刑？好啦，算了。